完了，欢迎光临东方魅力。我咋？嗯？美女们，转过来了，欢迎！满桌，给美女们喝一口。那不才当个喝酒嘛？一点都不是嘛？不是吧？就是这个。有人喝啊？看我的。嗯。哎呦我去！接着接着喝了。这个锅皮很难一个。不玩来耶、yeah, 开场来人人都能跟着大嫂子上飞机，要让自己
玩长得好啊，还没就回过来要得。嗯，是的，美女啊，还美女，我唱的又撇，收拾又撇，你走了啊？啊，是的，麦当呢？钱拿出来嘛。喂，文多，包子，过去东方美丽唱歌了，我不得了，全是美女啊哈。你跟你说那话我就不该听了，好像说的我是好色之徒样。来不来？哎呀，看到你真心实意邀请我的份上，那我就来嘛。300块钱买单。300，搞快微信转账哈。我只在门头那喝了300块啊。我在美女那也喝了300。妈的，我给也不够啊。嗯。嘿，你把我忘了噻？啊？娘娘们还给我了300块钱买单喽！呀，花哪的钱？600吧。妈呀，还剩的钱可以凑合啊！